近日，西部战区总医院使用第四代达芬奇手术机器人，成功为一名患者实施了肿瘤切除手术。这标志着全军集中配置的第四代达芬奇手术机器人正式上岗。第四代达芬奇手术机器人能够帮助医生在腹腔内完成人手难以完成的动作，还缩短了手术时间，减少出血量和并发症，可广泛应用到所有外科手术。第四代达芬奇机器人系统的引进，可以极大地提高我院外科精准救治水平，提高我院的整体服务水平以及我院的卫兵服务的能力。